大家好，我在冰河的时雪九号，今本日我来大家讲解古戏西罗府都当年。正月初一，寒风呼呼呼，面雾雾盖烟，八日扎乾坤台，塔顶北风盖脚家，从北起出发。上南乡过西伯利亚，行过山盖故乡，几位是海上盖蓬莱仙岛，半路都到日扎西罗府。第二家西罗府不是普通的罗府哦，家见到像海岸岸湾，白浪像天来岸泼，是其玉棍出个白洲山家己都天屯，尤其是日跳蛋家只梦思，本本明明清清楚楚。不过今是俄罗府哦，家心肝老菩萨强龙强龙，强你讲暗人，夹不住强你条暗里，就看不暗的地方。五十通，五十天，正是天下界不讲不义。念喊讲，闪开闪开，我是王大出国，我是人人的南方。西罗府暗讲，世间人多辛苦，日土生存。日头日上，请你休息卡哥哥。黑猫山梁上，你敢上梁山？西罗府江浦去猜猜，梁小人的。发出雷公安排个上哦。人强梁，风强府，寒风不得不回头。念我总该下，托他讲。可是人乡出少年，又将乾坤台哟变下，那出又叫甲子兵灭念先生通过，答西罗府送本声音啊，原来念咪系念哦先生请下声音啊噶，所以过后声音啊都当爱讲念，还有几多经验两件事情。每年正月初一，大家都爱大家太太上哔哩啵啦哔哩啵啦哔哩啵啦，家己跑啊！见面就讲恭喜恭喜恭喜你又过了日百家年关。我家古司公道里啊，希望大家